我也只是听到传言罢了，蜀山和其他门派向来无往，有些是以讹传讹，并不可信。但最近蜀地妖魔横行，是我兄弟亲见，必然不假。官府对此地也无能为力，商贾不敢夜行，白天也要数十人结伴赶路。许大哥，出了什么事吗？听方兄说，蜀山锁妖塔倒塌了，有很多妖类逃出，蜀山伤亡惨重。不会吧？难道渔州闹妖怪也是因为锁妖塔？这位是？啊，我的小兄弟景天。小天，这位是镇江虎踞镖局的方秋豪，方总镖头。方总镖头您好，那蜀山派现在怎么样了？听说五张老结成法阵，阻止妖魔外逃，其他弟子则分头下山捉拿妖魔。徐兄弟，你怎么打算的？我虽已不是蜀山弟子，但师门遭此大变，自当为师门效力。可这一路上要多加小心，不如过两天随我的镖车一同入川如何？哦，不用了，我还是尽快赶回为好。小天，你也赶紧回船吧。是。方兄，后会有期。再会。安青，孟镖头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最晚后天。这趟入川的镖我亲自押运，明天动身，这两天镖局就拜托你了。是，总镖头放心。我反正要入川的不是吗？就把我的东西捎去唐门好不好？我多给你钱好不好嘛？姑娘，生鲜药品一律付保，这是镖行的规矩。再说我们规规矩矩做生意，也不好和唐门沾上关系，不然以后入川这条线是非可就多了。什么嘛，哪有你们这样做生意的，根本就是在欺负人。唐门怎么了？我们唐门许剑，你在这儿，你来得正好。他们居然不肯保我的东西，我花了很多钱才买到这无忧仙果，对爷爷的病很有好处，这可是救人命的东西，他们居然不肯保，还那样的态度对客人，这样做生意怎可能赚钱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好吵啊。哎，方总镖头又见面了。是你？怎么没有跟徐大侠一起？哦，我是来找他的，马上就回船。哦，他们是一起的？你认识徐大哥，那太好了，我们是不打不相识，现在是一家人了，还不帮我这个忙？既然不是外人，我就说实话吧，这无忧果确实效果非凡，但是很容易腐坏，没有办法长途送运的，而且这东西并非天然生成的，而是炼制出来，也就算是我们镇江的特产吧。炼制出来的？那你教教我好不好？我求你了。这个韩青，你来吧，我最怕跟小姑娘打交道了。是。嗯。喂，小妹妹，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？嘘，不要这么大声，有人在追我啊。哦，是在玩捉迷藏吗？小丫头，可算让我逮着你了，想不到你溜起来还挺快，今儿不把你抓回去，让我七老三的面子往哪儿搁？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难道没有王法了吗？竟容你这般逼良为娼。什么？这位小哥说话可要凭良心啊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逼良为娼了？咱们王记盐店向来规规矩矩做生意，镇江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这丫头偷拿了店里的东西就想跑，没门。哦，原来是卖盐的，看你满脸横肉的样子，还真不像做正行的。我没偷东西，我什么也没拿。小丫头仗着有旁人在不说真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说话要有真凭实据，你丢了东西不要乱诬赖人，看
看小妹妹这样子也知道不会是她偷的，何况你们只是家小小盐店，有什么好东西值得偷的？哼，我真的什么也没拿，屋子里只有几只大箱子，许多人躺在里面睡觉，一点也不好玩，也没有我能拿动的东西，他们身上还有很多白花花的东西，样子好可怕。小丫头，你再乱讲，你让他说完行不行？哼，这丫头莫名其妙闯进伙计房间，嘿嘿，恐怕不只是伙计房间这么简单吧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可没胡说。哎，王记也是开门做生意的，就算买卖再差，老板再刻薄，怎么可能连张床也不给伙计准备的？这箱子听着和棺材差不多，白花花的东西，不就是盐吗？表情可怕又不说话的人，我原本只是胡乱猜测，不过看你这么慌张，难不成这是开黑店谋财害命？这，哎呀呀，这可了不得了呀！镇江城内竟有这种黑店，我看不报官是真的不行了。慢着，咱们真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，做这种事也是有苦衷的。能有什么苦衷？哎，这小哥总听过湘西的赶尸吧？赶尸？你说那个用巫术驱赶尸体走路的？没错，你也知道，这在外行商赶考的，每年不知多少有去无回，不想个办法把尸体保存下来，家里可真见不着最后一面了。湘西人赶着尸体自己走回去，就被骂成做邪术，我们这里又哪敢声张啊？所以你们就拿卖盐做幌子，这盐也能派上用场？这拿海盐保存尸体的方子，是咱老板从祖上传了一代又一代，据说从前许多小国的国君都用过呢。既然是帮别人，为什么还要躲躲藏藏的呀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和死人打交道哪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，求咱的时候都是笑脸相迎，背后却骂我们粘了尸体不干净。哎，老板他就是心肠好，没办法，要是他早几年肯收手，也不至于年纪一把了还没娶上媳妇儿。小哥你别不信了，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这事儿乱说，要是给老板知道，这个月三吊钱又没着落了。小人上有80老母，下有1岁孩童，小哥你面善心善。哎，好好好，这话我都听腻了，你只管个小妹妹赔个不是。小姑娘，刚刚是我不对，你长得美心也好，千万别生气啊。这我生气？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生气？长青，我听到的传言是镇妖剑被人偷走造成的，你觉得可不可能？镇妖剑是我蜀山镇派之宝，一向只有历代掌门才知道其收藏之处，弟子们都私下传说，那剑插在锁妖塔顶，用来镇压群妖，不过也只是传说而已，况且那剑是妖类克星，妖类根本不能靠近。也许不是妖族所为呢？不是妖怪那会是什么？蜀山有内奸吗？你总是这么慢吞吞的，让大家等你一个，不知道蜀山出事了吗？镇妖剑上面富有强大的灵力，不是普通人能够使用的，应该不会是一般蜀山弟子所为。那这把破剑也差不多哦，今天你就把它借给徐大哥斩妖除魔好了，如何？不行。不行也要行，你重财轻友，不讲义气，就这点骨气还想当蜀山弟子，看我把他丢到江里去。把他给我。你这是强人所难呐。他好像有灵性，听得懂人话呢。阿天，你以前发现过吗？一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，没有办法，我就只好带着他了，不然这东西还没死到，我怎么敢带他出来？死到？就是人家拿来的东西，若到了期还没有来赎，东西呢就归当铺处置了。你这样的大小姐啊，
自然不知道这个。哦，不要找借口了，既然没有死当，就是人家的东西，所以说是你偷来的，难道错了吗？什么偷啊，不要说的那么难听，又不是我想拿的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小天，我要从陆路赶回蜀山，你和雪见陪子轩走一趟蓬莱好不好？要不我陪你一起去蜀山吧。不好，师父对你有成见，这种时候你上蜀山恐怕多有不便，你还是去蓬莱，私事是小，主要是要把蜀山的情况告知山疯子师叔，请求支援。蜀山蓬莱一向同气连枝，绝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好，你多保重。徐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。吹牛，我们照顾你还差不多，遇到危险时你还是闪到唐女侠身后吧。再会。徐大哥，多保重。好了，我们也快点赶去蓬莱吧。好。这是四方四象书。四方四象书，那是什么？就是集蓄四方天地灵力的枢纽，人处于四书之地，可依从时序运行，转天地灵气为己精力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这里露宿，有可能吸纳到天地的精华，不仅能恢复精力，运气好还可能获得强大的力量。天地间一共有四个吗？不错，分别对应四方四象。哎，他受伤了，看样子已经不行了。这么小这么深的伤口是用什么兵器伤的？可能是细剑、判官笔之类，也有可能是手指。手指？谁会有那么强的功力啊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蜀山五长老也能办到。不过这个人的功力可说是深不可测。荷花，荷花，你来看我了。你还好吧？荷花，俺可想死你了。听说你嫁人了，是不？我……哎，你认错人了，她可不是什么春花。我是春花，我没有嫁人，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哼，俺就知道，你心里有俺，咋不像以前那样，叫俺土根哥？土根哥。已经听不到了，怎会这样？